啊、嗯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现在要讲不同的东西啊。哦哎，我要讲我先生这个部分。哦，我想说，这是不同的东西啦。那我先生他退休了以后，他本来在看一些那个佛教的东西，但是没有了。他一开始应该是在看中国古书，嗯，就是一些什么文学类的。对。东西，看老子、庄子、荀子什么东西的，然后看完了那些东西，那他也看了，然后他就开始看宗教的东西。看完中国古书了以后，他就看道家的书，佛经，看佛经，然后就看，他还看圣经。哇，涉猎好广。他就是希望知道这些哲学，这些在世界上他们那个在世界上他们能远远流传的这些作品，是讲些典籍，是这些哲人圣人是在讲些什么。然后在这当中，他那时候还去看一些他去看一些那个寓言，看了说中国的外国的寓言，然后他就跟我讲很多事情，我也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后来，他本来还想去看那个台湾的东西，不管他现在，在一年前，他就一头栽进了那个古中国古代典籍，他开始在看甲骨文。哇，对，看甲骨文，他贯穿那个远古至今的东西，来看那个外国的文人对西方文化的这个对西方文化的这些评论，就五百年来这个，因为五百年来有很大的变化。讲西方人，他们对他，那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哎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。平时看这个很好。那我们是边边的，这个角度。就是我们这时间其实没有落法，你问吗？对吧？我就是发现他这边的话，可能比较不走地。有时候他睡的就磨了，然后难免会比较增长没那么快。可是像有时候有血，因为就是我们的代谢角度，跟头血一样。像在换天年，有时候就可能有头血啊，干燥啊。你要因为像这个样子，或者是红的，然后肿，他们才有可能说，可以说是因为压久了透气。我每次刚弄完，你看我就是挂开，就只有这样而已，没有做什么。甜甜的真的，你不想象到我们的过程，不讲生意，还有人气啊。好，所以可能还是你让他们帮他吃完饭点心之后，然后换。